元平元年，皇帝下诏命大司马大将军府霍成君即刻入宫，不得有误。我若真成了皇上的女人，你会后悔吗？你还有什么怀疑？成君戒指谢皇上，你还要怎么样逃避？姑娘，什么事？刚才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要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再拿不出一点勇气，现在或许你很好。爱纵然如此，生命才是天长地久的。我总看见他的痕迹。乱的事情你都看到了，你看到什么？我可以成全你。看着我，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。我霍成君发誓，总有一天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就知道，别碰我的东西。他心里无处可逃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他用得着你这么关心他吗？这玉玲珑是有点但凡玉珑玉珠对好，象征着琴瑟协和，夫妻情重。请你不要说你听不懂。是不用你管。难道您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？生命我总看见他，原来还是会痛。你找我来有什么事？我欠你，成亲不是儿戏，不能闹着玩的。我欠他太多，一心只想那么容易死心，我不能再胡思乱想。请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心地善良就会被人杀了。女人的敌人自然还是你。凶残的是你。你听着无法平静的心跳，你没有理由怪我。最暖的陪伴总在回头时消散，给你算出手抓不住遗憾，也可以试着多一点勇敢，两个方向各自走完。最长的永久还是只并肩一半，记住了路过的悲欢。